75年，八十七号，我们医院开始的时候呢，那时候的总共呢只有八位男众，我们的号称呢八大金刚。我们那时候还铺柏油，还有搭那个帐篷。直到慈济护专成立，才把这群男子和组织成保全组，隔年更名词成队，队伍逐渐浩荡长。国内外灾难现场援建工作坚定挺拔身影，无处不在。在1年前，差不多1998年的时阵吼，其中有听到上林咧讲，早期的主席是真少人咧记录的，啊，我心内就发一个愿。 我就讲，我要来记录主席。平常时也拢会带伊去外口散步。慈诚30黑发到白发相聚上人面前，柔软真情。我呢真侪，因为做环保入来备份，哦，了后成为这个委员，成为主席。只要不挑出来的话，我们这混在那边会把它当杂志一样的。 木栅环保站22年，从莲雾树下到眼前教育站，也有台电退休高阶主管放下身段投入。阿祥，你蛮感恩噶，可能就是垃圾变黄金，黄金变爱心，爱心绕全球呢。从开始我就把我那个心中的那个障碍吼，就去除掉了啦。雪玲高赞，雪玲高赞，嗯，高赞。 环保脸谱可爱温暖，疫情无法全数到场，自制影片向上人请安。上人，你第一次我们在小小的新德路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来过了。我做工的人，吼，我都分不能少去无只，兼来关怀，拢总来有上人去帮助人去救人。讲一点心的爱，啊，咱甲大家人讲，啊，咱当时来做一项代志。 啊，伸出来的手呢，拢是爱心。爱心呢，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代表。师父呢，双手合十啦，就是感恩哦，观世音菩萨。疫情稳定，上人如愿行教，把握难得机会，师徒话家常。台视新闻肖世杰、徐英豪，台北报道。保护野生动物。